刚师奶今天要做的料理教学呢，别出心裁，就是我们请教的师傅，他们会眼睛被蒙住，然后手被绑住，只能够用嘴巴还有嗅觉来教导他们完全不会做菜的学生。三位老师分别是谁呢？是赵正明先生、蓉蓉姐还有张伟仁。教学方法对啊，这太瞎了吧！不能够在旁边指指点点的教你的学生。不是你眼睛蒙到了，我们这根本就不知道。对啊，这所以你要形容给你的学生听。那为什么手要被绑住？对啊，手为什么要被绑住？本来只要蒙眼睛，是怕那个赵哥会动手，所以才加了把手困住的这一招。都是你，都因为都是你害我们的。手铐他一被绑起来就好了嘛。要手铐了，对啊。本来我上手铐，本来后面还有电击，就谁要站起来就。考验到蓉蓉姐。三位老师呢？考验你们的描述的本事啊，因为你们的学生可能连葱跟蒜都分不出来，所以你要用口头描述的告诉他们，他们拿的是对的佐料才行，好吗？好，那你们三位学生呢，就是曲家瑞、王思平还有方志友，你们好。欢迎。好，这三位学生是应该可以算是不会做菜的。方志友号称会做一点甜点啊，可是中式料理不会做吗？就中式料理比较容易失败。好，然后王思平是煮饺子会馅跟皮分离的那种，对不对？馅跟皮，哦对。现在有没有会煮到完整的了？现在有加三次水。现在已经会了。加三次水就好了。那许佳瑞小姐呢？因为生在一个被伺候的家庭里，是。可是你此生是做过一次菜的？做过几次？就是为历任的前。男友前对这些情人，所以只要是交往中的男人，你都会帮他做一次，一定会做，而且都一模一样的，无论是谁，无论是 A B C D E 都是一样的菜。所以是因为换不了菜，只好换男友，是这样吗？没有，就他们吃完以后可能就觉得说啊，都了无新意，所以他们就离开我。贫贱人就是柯老大啊，对，柯老大今天辛苦，你要吃一下他，我要吃哦，他要吃啊，恭喜他，全部都给他，全部都一起。各位亲爱的观众，就是呢，今天赵正平先生答应来这边教学生做菜呢，他说他有个愿望，就是他希望他能够指导一个很漂亮的女生，然后他这样子教学的时候会比较有热情一点。所以呢，理论上我们就是要把他所指定的王思平小姐呢派给你当学生。等一下好了，先不要讲说我指定了，因为我本来我指定的另外那一位到不了，然后回到公司看到白板上有他的名字，我说哎也不错哦，不然那个人到不了的，不然换他也 OK。 是这样子的，王思平不一定愿意落入你的手中。当然不是，思平你愿意吗？如果抽到的话可以啊。你这话是不情愿吗？没有，可以，我怕等下会骂三字经。你怕他骂三字经？不会，我们现在对你不会这样子啊，不会，对你充满。因为我一般看电视的时候，他就是。我的现在讲，干嘛骂脏话？干嘛骂？对，赵哥这样哈，我们就是走极端。哎呦，那有两个绳子我会拿起来给你选，是是是，一个当然是王思平，对，你指定的梦中情人，是是是，另外一个是方志友 ，OK 啊，没有，另外一个是曲家瑞小姐，这叫极端，怎么样？所以赵哥，哇塞，生死一瞬间呢，你要右边的还是？天哪！好，不好意思，我另外一手，这没有办法，这没有办法。就这一条吧，好，不能动了，这一条了，就这一条了，好，我们看一下，哎，谁，拉吧，有没有这么正式？拉过来，谢谢，恭喜你啊，没事，运气好，其实我还是要让你教曲家瑞，为什么？没有，随便你，我很久没看了。不会这样，很久没被绳子勒过。对不起啊，要吗？要不要试一下？他这两下让你开心，我跟你讲。奇怪，你这个人又天真又火爆。没事。他抽中矛盾。因为如果抽中曲家瑞他就算了，可是抽中王思平已经满心欢喜，就忽然间又落空啊，会分外激动。我告诉你实话，今天要指导的是王蓉。OK。消遣我。蓉蓉姐今天要做菜，要教做菜。OK， 所以你要教王思平哈。OK， 那我们还剩下两位，这个
蒋伟文，今天你要教的这个菜是中式的还是西式的？是一个西式的甜点。哎呦，所以理论上是方知有会的吗？我觉得我还蛮会做西式甜点的。所以如果你会做西式甜点的话，那我就要把你派给蓉蓉姐喽。我也会做中式的、啊，我就是也会就是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我最不喜欢吃甜点，我最讨厌。好，那我们把曲家瑞派给蒋。我最不喝吃下午茶。蒋伟文，你要教曲家瑞做？可以啊，可以。他很难教吗？应该不会吧？等一下，老师们呢就是要坐在那个扶手椅上面，眼睛蒙住，然后手会不太方便行动。是的，只纯粹用口述来教学生怎么进行这道菜的程序啊。蒋伟文，嗯哈，你先来吧。那个卓别林，麻烦你把他那个眼睛蒙住哈。哎，我老婆今天有帮我准备一个眼罩，眼罩自己准备，还自备眼罩。对对对。啊、oh, 好可爱哦！收。好，那曲家瑞现在已经就厨师位置。我要找哪一个？我知道，我看到苹果，对不对？对，你要找到苹果，然后有那个椰子、葡萄的小吐司。所以现在手上已经有吐司跟苹果。对，然后呢？吐司、苹果，那你可以去野餐嘞。然后你还需要牛奶。有，对，你需要牛奶，然后那个牛奶需要一个小量杯，倒多少？倒80cc，就是80cc就好了。倒超过还可以倒回去吗？不用，你就喝一口嘛，你就照你的意思80cc就好。哎，我觉得我好厉害，你看我直觉这么强，我几乎就80了。倒好，接下来呢？那你就把那个椰子葡萄吐司拿出来，然后放在砧板上面。对。然后你就把这个吐司从中间切一半，变两个瘦的。切半，把一个吐司切成两半，变成两个很量很长的，一样的。不对哦，是从侧面切还是切？从上面切。上面切，我们如果看一个俯视图，从上面下去嘛，对不对？太有道理了这个问题。好，那就一半嘛，对不对？等一下。周边林不要干涉哈，好，切一半，切到底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切一半，变两。我觉得我真的切太好了，你看看。哇！然后呢？为什么感觉你好像你没错？现在可以刮杯啊！好，你切。你切了一半以后，对不对？然后现在两个同等量的，对不对？对对，再切各切一半，变四。就从这两个长的中间切下去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刚刚先这样切呢？你这样还有等量嘛？你这样做老师的很不耐烦，人家指示不准确。还有等量，从中间切一半，然后再对等切一半。现在是有四个了，等一下，变四片。你看，我觉得我真的是太神奇了，真的切得太好了。OK， 你知道再也没有比这个再方的面包了。太好了，你要给师傅，你现在有四个对不对？要给师傅闻一下面包的香味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哎，对，没错，没拿错。闻一点，闻得出来形状。好像也就只有那个面包而已啊。好，然后呢？你现在有四份对不对？对，你再各切一半变八份。我去，你刚才干嘛不切？因为如果我叫你马上就切八份，你因为大小不同了，你一定要大小。就再切一半，再切一半。好，八份，现在你就把那个平底有个小的平底锅，圆圆的，有没有看到？有锅盖的，把它拿走，把锅盖拿走。然后留那个锅盖是玻璃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，那你八片，你会七片排完以后会多一片，那一片摆中间。哦，精密的计算，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他知道？他已经做过。而且他特地拿那个小锅，你错了，我八片排的刚刚好一朵花，你又没关系，你把中间抽错一片放中间嘛，随便抽哪一片哈，随便你抽哪一片，你在变魔术是不是？你抽完要不要多看一下？徐家瑞下厨做美食大获好评，淋在面包上面，哎呦，看起来很好吃哎，黑色的锅铲，然后你直立的从旁边这样挖一圈，你要让蛋跟锅底分离，没错，要让蛋跟锅底分离，你讲太好了，要用蜂蜜，好香，从中间开始转圈圈，转五圈，漂亮，用你的锅铲压一压，把它跟那个。苹果合在一起。如果他不会做菜的话，如果是满分100分，从来没有做过，这98分。然后把那个80cc牛奶倒上去，淋到锅上都没关系哦。没关系，可是炒吐司上，让吐司去吸这个牛奶，慢慢的，对，让这个椰子会描述有这种很多香味。他描的，他讲的很仔细，好，蛮厉害。好。全部倒光吗？全部倒光，对，八十。它都滴到锅子里面，没关系哦。没关系，你把它倒进在这锅子里，不会满出来吗？不会，它会把它吸干。锅子应该可以装到500cc。哦，哇 ，OK 了吗？倒好了。我觉得我倒得太漂亮了。这是一个很固执的学生。好，然后先把它放回去，然后开小火，拿一个碗打3颗蛋。
现在锅子放上去了吗？放上去，对，锅子放上去，然后另外拿一个碗，拿一个碗，然后打三颗蛋进去。三个蛋哦，对。哎，白蛋还是黄蛋？黄蛋。哎，黄蛋我的。少了。哎，你用白蛋就凑合着吃吧你。许家瑞，我要跟你表演打蛋哦，打三个白蛋。他会单手哦，单手哎，我怎么会打嘞？我真不会打，会哦。你好像会打蛋，你把它打散一点。我觉得手巧，这里没有筷子哦。我觉得这个打蛋的手法好像 OK 吧 ？OK 啊 ，OK。你看我多会打，感觉就是会煎荷包，好有天分。然后呢？好，现在把它淋上去，就是也是跟刚刚一样，对，跟刚刚一样，真简单。淋在面包上面，然后还有中间，哇，要把整个看起来很好吃哎。这个蛋要把它煎到香味，就把它凝固住的感觉。可是他教的不是苹果派吗？苹果还没上，苹果还没上。对对对，因为今天这个苹果派还有苹果派的形状，但吃起来是蛋糕的口感。开始削苹果皮。削苹果的在哪？削苹果皮。这里你速度要快一点，大概只有两分钟。没事，快点。OK。削苹果在那个他这样子拿苹果 OK 吗？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会不会弄到手？不会，目前来讲应该不会。不然让卓别林帮他拿好了。这一个人拿一个人削啊，太幽默了。削完了，削好，先拿一把刀，不要拿面包刀，随便拿一把菜刀之类的。好，我看到一把绿色的刀。好，把苹果从上往下切一半。哇，我觉得它整个步骤都好像有点像。切完以后再把它切一半，变四片。好，太好了，然后呢？好，那现在把它再切成八片。等下，你现在是跟吐司的步骤一样的，对。可是我跟你讲，你切八片会有几个会比较大一点，你可以把它切成十二片，没关系。反正你的意思叫你的学生不要焦虑就对了，是吗？对对对，现在是我在焦虑。然后待会要把那个，待会因为是反转苹果派嘛，所以它有一个动作要把刚刚放进去的什么反转苹果派，要把它反转出来。它小，锅子小。好了，切完十二个，对。好，你现在拿一个盘子，比你的平底锅还大一点盘，比平底锅大。切了十六个，没关系，很好。为什么会有十六个啊？切这么多？你切了十六个是？那你把两个拿来给我吃好不好？你是大学教授，你为什么会把十二个切成十六？因为刚刚八个在两个，就十六个吗？对，是你自己算错的，你叫我切两个、四个、六个、八个、十六。对，讲我们犯错了。黑色的锅铲 ，OK。然后你直立的从旁边这样挖一圈，你要让蛋跟锅底分离。没错没错，要让蛋跟锅底分离。你讲太好了。你要让蛋跟锅底分离，那个锅啊。好，先把火关掉。你看味道对不对？味道很香，对。对，火关掉。然后你用手啊，你拿起你的平底锅。对。然后你前后这样摇晃，这个整个吐司是不是会晃动？是不是感觉已经跟锅子离开了，对不对？分离了，对不对？不是还有在动吗？是要左右晃。有动了，有前后动，前后动晃都可以。你先拿一个空的盘子，空的盘子。刚刚有拿一个盘子。空的盘子，然后盖在你的。我觉得他还，我就要再给他一点。不用不用，你相信我，不用，真的不用。盘盖上去。好，现在盘盖上去。好。小心啊，小心啊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一手抓紧，你给我把它反转过来。反转了，来了来了，关键。分开来了吧？拿开来，哎，有！分开了，分开了！老师，小心小心，很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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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棒，很香，很香，不错，味道是没错的，是不是有点焦香味？有，答对了，很像一个煎蛋的底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。问题是苹果呢？你想把平底锅放回去，放在炉子上面，不要开火，对，然后把苹果用。光芒状排上去，光芒状，一片一片，由内而外放射性的，对对，一片一片的，像光芒状一样排上去，一个连一个排上去，哇，对，哦，你这太阳的女儿排好了没有？美丽的花快要开了，对，排好了。所以现在是在用锅子的余温要对付这个苹果是吗？对，开始要对付它了。苹果不会烧焦，一口气转下去。卓别林，你要帮忙一下吗？对对对，有了有了，这最大最大。然后呢？你找那个砂糖是有颜色的，那边有一些白砂糖，有一个小盒的砂糖是有黄色的，二砂糖，方形的，对，二砂糖。
它真的叫做二砂糖吗？对，然后加二砂，对不对？你找一个那个有一个，你找一个蓝色的，蓝色的。哦，对对对对，哪一个？有一个一大匙，你拿一个最大的那个吗？对对对，然后呢？舀一大匙起来，可是要平匙哦。什么叫平匙？平匙就不要东西尖的，平匙就是不要尖尖的感觉，是平平的这样。哦，平匙。好，来了。好，你不用全部撒进去，大概留三分之一在里面，好不好？留在哪里？留在你的这个量匙里面。好，撒给谁？你只要撒三分之二上去就好。撒到苹撒在苹果上面一圈，然后还有在中间空间。既然要留三分之一，刚才干嘛装平匙呢？刚我说我知道，他最后要叫我放这里，对不对？好，放中放好了吗？他根本不知道这里是哪里。你又撒在苹果上面吗？有，还放中间。然后再放中间一点，然后待会那个锅子热度就会把这个砂糖把它做的有点像焦糖一样。哦。好，撒完了。它开始起泡泡了没有？没有啊。好，你让它煮一下。你现在去找蜂蜜。赵哥要什么时候才会起泡泡？没那么快啊。找蜂蜜了吗？有。赵哥应该要个三五分钟吧。你把蜂蜜在上面转开来。很薄的。你要大火的话。蜂蜜转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对，里面还有。好，那你现在看你的砂糖，现在是你们起泡泡，中间泡泡里面有泡泡，有泡泡。好，你再等一会，你先默数二十秒。可以了，可以了吗？五、四、三、一。来，二十秒到了。好，那你的蜂蜜，蜂蜜。好香。你从中间开始转圈圈，转五圈。三，漂亮，漂亮。哎，我觉得我真的是艺术家，超过了，没关系啊，整了六圈半，没关系，六圈半可以，可是不要给蓉蓉姐吃太甜了。好，然后现在呢，小心，哎，那个很烫，它是不是很多泡泡？对，对，你让它煮一下，让焦糖味出来，你闻到那个香味了没有？有，闻到了，闻到了。这时候把火转中火，不要转那么大火了。现在你的吐司是不是在盘子上面？对，你不要去转它，你只要把那个吐司从盘子直接滑下去就好了。来了来了，哦哦哦哦！哇，差点加水进去了，滑进去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进去了，成功没？成功没？然后呢？好，现在用你的锅铲压一压。把它跟那个苹果合在一起，因为你的蛋还是没有完全凝固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让它压一压，让凝固在一起。再一次把盘子盖回去那个苹果。不可能，再来一次。我关掉。我先关掉。不用锅铲，所以直接把它盖上去好。要扣，把盘子倒扣上去。对，倒扣的，不用锅铲，不用锅铲，倒扣倒扣。或者是跟刚刚一样的步骤嘛？对。锅子要拿起来吗？不用不用，你先右手抓锅子，抓锅饼，锅大，左手把它放上去，很难翻其实，因为太滑。预备数三吗？来，不要着火，太危险了。三，动作上，一，喷出来哦。老师，老师好了。老师，我一定要给你看到，我不要给他们看，我不要看。你现在可以帮老师把眼罩。我要拿了，不，你是全世界第一个看到的老师。把拿下来，没有老师，把眼罩拿开，把眼罩拿开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、Oh yes！王若龙指导小妙招，哎，方志友巧妙运用，他说翻转煎蛋吗？我厉害。怎样？我跟你讲，你不好翻，对不对？对。不好翻，我教你，你用那个铲子啊，嗯，中间画一个十字，把那个蛋变成四片，哦，就一片一片的搁到盘子里面哈，就完成了吗？给它拼成一个圆的，就像在自己说没有关系，先叫拼成圆的，就像在破镜难重圆啊，一个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。王老师吗？冰淇淋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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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漂亮哎，好看吗？学美术的人真的美感不错，拍得很好，好不好吃？很棒，真的吗？味道跟我做的一样，真的吗？哦，所以，哎呦。最棒的赞美了，请问柯老大，嗨，就是满分一百分的话，这一道大概会，如果以他不会做菜的话，如果是满分一百分，从来没有做过，这九十八分。王姐跟赵哥危险真的，你讲实在话，真的可以有98分。那因为他指导的好啊。对啊，我觉得是老师九十八分。蒋伟文可能在家里已经试做了两三次，对，给他看图片。对对对，他已经试做了两三次。正好这道菜啊，我教过我老婆做。然后在教他的时候，他就一直在骂我说我讲的不对，所以说我教过他做过一次。可以吗？那你这道菜其实很好吃，真的假的？
它的蛋糕其实很好，如果没有吃到蛋糕的很可惜，就是吐司。蛋糕做的很好，嗯。红姐，麻烦你到位置上面。OK。危险，危险吗？加油。好，好来，来，第一个步骤。可以。虾仁。虾仁。虾仁已经剥好壳了吗？剥好壳了。OK。拿个差不多15只就好了哈。15只。一个虾切成3等份。好，红姐，她现在切好了怎么办？切好了，那个你看到那个平底锅对不对哈？对，你就把虾仁直接丢进去。哪一个平底锅？大的平底锅。OK。放到锅里面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个韭菜。韭菜。因为我本来是说用韭菜花，不过韭菜也可以了。糟糕了，我想她认不得韭菜是什么。把那个韭菜差不多。韭菜是这个，知道？你怎么知道那个是韭菜？差不多拿个8根就好了。你拿的是葱哎。这是韭菜，你怎么确认？那个韭菜的那个色泽比较湿，比较湿，色泽比较湿，韭菜的颜色比较深，对，韭菜颜色比较深。韭菜拿在手上现在怎么办？拿差不多8只，蓉姐你闻闻看，对吧？嗯，对对，差不多拿八只就好了哈，8只，把那个头切掉，好精准，8只韭菜，那剩下怎么办？剩下的你们等一下再炒，头切掉，不想管那么多，头切掉，那个尾巴切掉，头是哪一边？头是白色的那边。哦，然后切掉，然后就把那个韭菜切猪，这样你懂吗？就是一粒一粒的。切猪是什么意思？小丁，猪就是一株一株的这样。这是对吗？耶，一株的，是的，猪切猪，切猪，那你把它雕成猪的形状。会做菜的人就知道切的差不多就是比1公分再小，差不多就3分之2。比1公分再小是吧？他刚刚是这样讲，没错啊。张志友，好，我干嘛？你现在切5公分的吗？我切5公分呢，要1公分。真的假的？就我错了。哎，切猪哎，切猪是切。他以为是一株树的猪。有没有那个饭碗的？如果吃饭的碗的1/3碗有没有？有。OK， 那你拿那个玻璃碗打3个蛋。玻璃碗。玻璃碗是一个扣扣这样吗？你要打3颗蛋，3颗蛋是好，这会不会太大？大没关系啊，大的容易爽啊。那要哪一个蛋？黄蛋。白的啦。白蛋。哦，利落啊。因为我之前就是小时候就很喜欢做菜，然后都会跟妈妈一起。OK， 你现在在捞蛋壳哦？对，刚刚不小心弄到一点。那你水晶指甲钻石不要掉进去。对，超黏，超干净，超干净。我觉得他打蛋没有许佳瑞厉害耶。对，没有。徐老师是一手。我那个样子。你怎么会一手打蛋？电影不都这样演吗？对。他打蛋的手法比许佳瑞怎么样？对，好，打一半就放点盐，差不多。你用那个差不多我们平常喝咖啡的那种小汤匙哈。嗯。你放个，一匙不要太满就好了。好，放。不然嘞？好，然后把那个蛋再用力一点打发一点。用力用力要干嘛？均匀一点。用力一点打，然后那个蛋给它发起来。用力有原因是不是？对，因为要把空气打进去，它等一下煎出来的那个蛋饼会抛。抛。哎，会抛。OK， 就把韭菜放进去，放到蛋里面去。好。等一下，我好，好，然后就开火，开大火吗？开大火啊！虾子原来是这样，虾子先稍微再放油，稍微先用那个筷子哈，油，然后翻一翻，油东西翻一翻，油啊！我要油下去，油下去啊，油下去，油下多少啊？油下不多，差不多喝汤的那个汤匙哈，差不多。他以为要放一个汤碗进去了。汤匙，他现在在用筷子弄那些虾仁。对呀，那虾仁给它弄散啊，就是跟很平均的再拨。他不应该用铲子吗？不用，你虾仁稍微拨弄一下啊，让它在锅底差不多。不是，嗯，稍微什么一下？拨弄一下嘛。拨弄一下。拨弄是什么？就是拨弄就是拨弄一下。老师，我的虾仁快熟了。好，那把蛋倒进去。蛋下去吗？来，蛋倒下去。倒下去之前再用筷子打2下。有。让那个韭菜的。不止2下了。红姐都事后才补充。倒下去之前。他动作太快了，是不是？你那个蛋啊，倒。
倒下去之后会不会感觉到很厚？谁呀？谁怎么？但谁的感觉啊？我就让他的感觉有点薄，有点薄最好。好，那就有点厚，你要前半天我怕下面接不住。蓉姐都玩反方向问，我觉得有点厚。如果你说会，他说那就完蛋了。然后现在你自己要看那个蛋的这个熟程度哈。对，先看旁边，看旁边，然后就学刚刚那个曲家瑞用那个铲子旁边给它拖来拖去哈。你用那个铲子从下面，请问这个在也是从边边哈往中间哈铲，就算铲不尖的，就是让它的蛋流下去哈，这样比较熟成快一点。蓉姐在讲什么？熟成快一点。蓉姐在嘀咕什么？有哈，有什么东西有什么？你的铲子它可以铲到中间了，对不对？啊？什么？铲子可以铲到蛋的中间吗？可以，表示它都脱离了。脱离了。那你就觉得下面不要煎焦。要做翻转煎蛋吗？我厉害。谁要甩的？谁要甩的？加油！甩的，都甩的，谁要甩的？不能甩锅。抛物线，知道吗？你现在上面的凝固了没有？还没，还有一滴。好，我们要翻过来，对不对？翻面吗？等一下。好翻，对不对？我教你，你用那个铲子啊，中间画一个十字，把那个蛋变成四片。然后每一片呢，用那个铲子呢，用筷子给它翻过来。哎，对对对，这个是合法的吗？安全。可这样子是形状被破坏，那没办法，安全嘛。对呀。这样 OK 吗？知道吗？没关系，歪了没关系。对啊，好像披萨，好吃就好，好吃。不是，你吃到肚子里面也不是整个的嘛。对。谁要在哪里？这种话太没有运动家精神了吧？蓉姐，什么食物到肚子里都不是整个？对呀。怎么办？翻好。然后还是中火再煎嘛，哈。对。煎了，你差不多用筷子一片一片就很好翻，你就看一下，差不多两边都煎熟了哈。嗯，熟的定义是什么？熟的定义就蛋都凝固了，已经熟了，都熟了是不是？熟了。那我觉得你才刚刚翻过去啊。你这话说的没错。你觉得熟了吗？你用筷子扎一下那个中间。为什么刚刚翻过去就熟了？对啊，我也觉得是没火哎。熟了哎。熟了哈。然后呢，你就一片一片的搁到盘子里面哈，就完成了吗？给它拼成一个圆的，要拼好，用筷子给它拼成圆的，这是最难的部分。不是，就像在自己说没有关系，先叫它拼成圆的，就像在锅里面一样嘛。我可以，你如果从锅里面倒出来也可以。要熄火吗？熄火了，好了就熄火了。这破镜难重圆了，你这是破镜了，怎么圆？我觉得叠成月亮虾饼那样。哎，有没有破得很厉害？没有破得很厉害，没有破得很厉害，但是有一片是破的，是不是？有一片比较丑。好，比较丑，你就把那一片放在最下面哈，然后就是把四片重叠。重叠？哎，重叠变成。不是要变一个？不是，重叠是一片压一片的三分之二。那这个最漂亮，最后再放。哎，一片压一片的三分之二，一个半圆形。所以是像花瓣那样。那有没有花式就放上去一个？没有啊，没有花式。没有，那你桌上有什么东西？有。可乐多了，借一点，借一点，小心。对，这样很棒。OK， 可以配一下。拿太多了吧？好，漂亮。OK 了吧 ？OK。先给老师看。啊，这样子。赵正平再度怒火中烧，全是为了王思平。先深呼吸，好吧，你自己先深呼吸。你先深呼吸吧，赵哥。你用你的小手。放空吧，来个寿司。最后那卡里有没有？再倒在中间，完全没味道。要不是你只能废话什么？里面最好吃的就是卡里。对。而且还比这样很像西餐呢。可乐果很不搭。看的颜色不对。那个麦香不好，真的很好吃的。卖相不会不好啊，很像西餐，很好吃。对，像西餐。对啊，像西餐。不够焦。请用。好，大家配可乐果一起吃。大家配可乐果。好，配可乐果。下酒啊，这个下酒。蓉姐，你哭什么？我笑的。谁要用在哪里？谁要拿来来过的？赵哥吃吃看有没有熟？有熟。有熟吗？来，我吃吃看。这个味道怎么样？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。为什么？刚
刚刚打蛋的时候有加盐呢，味道不对，不够吗？对的，就是那个火力不够，因为它先放虾才倒油，哎，没关系，那就没有关系。然后韭菜的味道、腥味、菜腥味，就是要煎焦一点，把它那个味道。虾要煎焦一点，不是，就是那个蛋呢，也是两边都要煎焦一点，你那个味儿才会出来。赵哥，我知道那个韭菜猪没熟的好腥啊，生味好重。没有，这是我吃过最没有灵魂的一个韭菜炒蛋。没有灵魂，没有灵魂，没有灵魂，他没有他自己。对，他就是冰过拍，他很像一个被设定的电脑做出来的东西。对，他没有他自己，就只有一个外表，他没有内脏。他自己吃最大口，大口，很好吃啊。做的废话，你做的当然是好吃啊，在讲啊，对不对？方志友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嗯，谢谢汤勇哥，我也觉得还不错。好像加一点酱油或什么可以。不用加酱油，加酱油那个蛋就不漂亮了，就加盐。加酱油会把那个刚刚的味道盖掉，那个鲜味盖掉，因为酱油味道比较重。好，那赵哥啊，你觉得你会打败董蓉姐教的学生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怎么能打败？就他能做出来，大家吃的赞不绝口就好。赞不绝口，赞不绝口。其他我不敢想，真不敢想。赵老师要带学生王思平上场。水滚了，先等一下。好，先深呼吸，好吧，你自己先深呼吸。你先深呼吸吧，赵哥。我不想说做这道菜太紧张，因为今天这道菜叫做皮蛋瘦肉粥，好，很简单。我心想说，你先深呼吸。赵哥，你现在戴着眼罩看不到他的美色，哎，怎么办？没有关系，你要在脑中想象他的美色哦。你的右手边有个汤碗，对不对？就是一个银色的，那汤锅里面要放五碗水，装一碗白饭。一碗，对，装完一碗白饭以后，倒到那锅里面。填平吗？要煎的还是平的？平的就可以了。平的，哎，不用刻意很平，不用，就平常我们吃饭的一碗饭，松松的量，松松的一碗饭，对，松松的就可以。哇哇，哎，这个画面真好哈。哇，哎，真的是，哎呦哇，这个曲线，大哥你都看不到哎，哇塞，这个曲线饭好好看哦。老师是倒进去，对对对对，弄完一碗就直接倒到锅里面来煮。王思平现在倒，哇，好性感哦！不要不要，赵哥你都看不到，千万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先不要好不好？先不要，他们倒个饭，真无聊，他们就倒个饭而已嘛。小火哈，小火，小还是小火，好，来，现在呢，你的左手边有灰色的那个叫做皮蛋，四颗在一起，麻烦你拿一颗，一颗皮蛋要不要用打蛋的方法？哎，不不不，皮蛋就是把皮先那个壳敲碎就好了。啊，好了，皮蛋嘞，叫你拿皮蛋一颗，啊对对对对，灰的，我拿了，我现在先给它敲碎，剥开，先剥开。赵哥，王思平的手剥皮蛋很好看呢，你不看一下吗？你的左手边还有肉丝，看到没有？还有肉丝，肉丝有猪肉有没有？有。你用你的小手抓一把，对，看我的手，看我的手抓，这样子抓一把，哎，有吗？哎，赵哥手怎么可以动？等一下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你可不可以形容一下那个猪肉丝大概有多少条？多少条？多少条？我知道你抓多少条，七十抓小碗的量。对，大概有多少？然后38条。三十条有，我觉得有三十条。有三十条。有。我觉得没有80条，今天876条。什么看？如果三十条看，如果三十条太多，再拿掉一半。三十条要不要帮他们取名字啊？没大概。10到15条，10到15条，对，因为猪肉丝是算得出来。王思平，你把小黄跟小张先挑出来。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11这样算一条，11这样算一条，11条可以吗？15，15，15，15，13。这个太难算了，我是三十五，好了，是好，就这样 ，OK，OK，OK， 拿一颗土鸡蛋。拿一颗土鸡蛋，黄色的那个，黄色的土鸡蛋。好的。刚刚讲的那一个啊，赵哥，15条肉丝要排整齐吗？不用，放在那碗里面就好，先放在碗里面。排紧致型可以打出来吗？你听我讲，要不要加肉丝报数啊？等一下。
涂鸡蛋吗？对，我只要蛋白，不要蛋黄。哇，好难哦！蛋白要打在猪肉里面，蛋黄丢掉。哎呦喂呀，好性感哦！我这边掉下来了一个，啊，哇，那个蛋白都已经流出来了。赵哥都看不到，有他已经分离了，蛋白跟蛋黄分离了。对，好，那把蛋黄呢先拿开，放到不要的地方。赵哥，我们视频的小手都是蛋白了。啊，喂，下流！这无耻的姜伟文，我形容给你听而已。来来，等一下啊！哪里下流了？味道有看到酱油吗？哦，有。有看到那个调味的那些汤匙吗？刚刚他们那个汤。哎，香油酱，哎，酱油哦，酱油我要酱油。汤匙要爆醋吗？不用，我只要一汤匙的酱油。是，一汤匙的酱油，大匙的，一汤匙酱油。好。所以把酱油、蛋白、猪肉在一起，用你的玉手搅拌一下。哎呦！你说用手直接进去拌？对对对，用手。不能用筷子拌吗？其实用手会比较好，让整个肉都吃到蛋白。用筷子会。学生决定用汤匙来拌。也 OK， 也 OK， 也 OK， 有拌匀了哈。有拌匀哈。啊，现在那个啊是什么意思啊？现在示范那一锅有煮的状况如何？现在没有在煮东西啊。它是小火，刚不是说小火吗？对不对？小火。可是你那个饭有没有稍微给它拉拉？哎，就是搅散。你没有指示它怎么叫要拉拉？那麻烦用把那个给它搅散好吗？要用它的玉手吗？先用筷子，用汤匙，用筷子和汤匙把饭给搅散，好了，你那个粥才好煮。那要实验饭跟锅底有没有分离吗？哎，不用，这煮粥而已，不用。OK， 现在处理皮蛋。好，你先拿刀跟它对切一半。我来了，你要拿刀跟皮蛋拿刀两个人对切吗？杀呀！杀皮蛋对切一半。你会切皮蛋吗？我会，我切。切了。切完一半有没有就变两半，对不对？对。两半再变四半就好。现在三半。少哥，那个皮蛋的皮跟蛋黄分离了。啊？是哦，对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哇，现在整个都是老板娘，老板娘会去玩啊，失败了，赵哥不要做。他切得慢，要不然刀法快一点的话，其实不大会的。哦，你在骂学生吗？不是，没关系。好了，我切好了，四瓣可以吗？没关系。怎么办？现在怎么办？四瓣好了。现在烫滚了是吗？对。我跟你讲哈，现在有个技巧来了啊。好，技巧。你的皮蛋都弄好了，对不对？对。皮蛋都好，现在没有在忙皮蛋的事哈。没有。麻烦你拿那个瘦肉。瘦肉不要整个倒进去，用手抓起来，把蛋白甩干、沥干一点。他就不喜欢用手啊，赵哥。可以哦，有，他把蛋白留下了。哇！所以明明可以用手，干嘛赵哥叫人家用手？那个用筷子，你可以用筷子就可以了。因为15条真的有点少。好，你觉得有点少？那刚刚为什么不多加一点？哎，你说15条？我以为15条很大条。哎。报告赵哥，我们刚刚都报过数了，你知道吗？糟糕，忘了切葱花，哎呀，失败了，不会失败，还没失败，我先关掉，我先赶快关掉。韭菜旁边那个就是葱花吗？有虚的就是葱，有，你知道葱吗？我闻一下这个。拿一根就好，它虽然是一把，肯定有两三根，我只要其中的一根，我只要葱白就好，我不要前面那个虚。是尾，这个是前面，对。头尾都要切吗？头尾各切，绿的部分切掉10公分。绿的部分，绿的部分，那就没有东西剩下来了。啊，所以他是白的，他短的，不是他拿短的呀？那你就换一根啊，但也没关系啦。要不要切碎吗？对，你给它对切再对切，从中间对切完以后再对切。好啊，刚刚肉下去搅拌了吗？没有搅拌，还在切葱花。啊，等你啊，你切好吗？能通知我一声，谢谢。哎，我切好了，但有点少哎，然后再。但有点少，皮蛋。不是，第一题那再切啊，你再拿一根切啊，我拿一根切啊，你看你手上再拿一根，你就来切，只要一根啊你。赵哥，你动怒了吗？应该有长的，你干嘛拿短的？我跟你说，你才敢讲嘞！
你可以拿长的，不要拿短的嘛，对不对？前面切十公分是不是？不是，前面的葱绿部分比较脏不好，我们要切掉。然后前面须部分也切掉，大概两三公分的头就不要了嘛，就这样就好了。拜王思平现在没有干劲了啦，你要鼓励他一下，鼓励他一下。你加油啊！这道菜做好的话，这个怎么样？原味有赏吗？这有很多人要吃的。那这时候赶快。卡利卡利看到了对不对？赶快拿塑胶袋把它打开，抓一把一小把，大概五颗。卡利卡利，一把五颗，一小把到底抓几颗？一定要五颗，一二三四五 ，OK。放到塑胶袋里面了没？放了。包起来卷好，给谁吃？然后拿刀子刀背啊，来拍敲一下，把卡利卡利整个敲碎。看看有在滚了吗？有，超滚。超滚。转小火，好，皮蛋丢进去，好，麻烦成八字形的那个铁蛋，放现在，圆字圆环形哦，圆字形哦，光芒上中间光芒上中间，八字形，放中间，哇，好吗？放中间，放了吗？放，我再放，还蛮有烫到手，小心还蛮有样，哎呦，莲花洗浴，哎呦，哎呦 ，OK 哈，可以，好，还不错，看起来很有样子，绝招过了没啊？那个白胡椒粉呢？你知道要放多少？他怎么知道要放多少？轻轻甩两下，甩两下，像叶问那种力道吗？像你放的那个，他甩一下盖子就掉了，他整瓶都倒进去了，倒进去。扫完了哈，扫完了哈，好，放葱花，葱花再放下去。来了，要不要排形状？葱花不要排形状，葱花一样放在那个胡椒八字形中间，中间就可以。葱花排一个寿字。上次你瞎掉了，因为刚刚你在怪苹果派，那没道理，你太过分了，你瞎了。Sorry， 好了，你解脱了，可以。好了，最后那卡利卡利有没有？嗯，再倒在中间，往上倒。绝招出来了吗？对，大绝招，大绝招就是这个。倒漂亮一点，倒漂亮一点啦！哇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！啊，火关掉，火赶快关掉。火关掉。好了，好，这样就好，就不要动它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这样，不沉。等一下，在锅里面，过会再给它搅散以后，再一人盛一碗。都倒在碗里，现在不用吗？等一下再倒碗。老师，你先看一下，先拍照。先给老师看，先给老师看，小心啊，小心，不要烫到哦，小心。老师看一下，很漂亮。看他的表情。怎么了？感动。家里不会有油条嘛？那通常家里会吃一些零食，拿这当成油条，非常方便。哦，所以洋芋片什么都可以，都可以。那卡利卡利的味道是最好，我试过那么多，这其实是创意料理的一种。哎，其实蛮香的。当然，开玩笑。那个味道，所以是一人分一片皮蛋吗？对，因为刚才我有两个。没关系，多吃一点哦。哎，我买的是有机皮蛋哦，有机挑过的有机皮蛋哦，谢谢。不是随便那种烂的哦，不是哦。来，哎呦哇！不好意思，谢谢啊，让你辛苦了今天。哎，好感人哦，哇，甜蜜死了，这几天的学生。谢谢。OK 的吗？会不会太淡？我老说没有加调，完全没有味道吗？柯老大，完全没味道，只有加胡椒啊。比刚才那个炒蛋还要淡吗？香是蛮香的哦。哦。可以配炒蛋。是哪一条肉丝没有尽责任呢？差不多应该是八号哦。八号没有尽责。我看八号就有。九号也没有尽责。九号也蛮拽。九号应该要讲啊，那真的是非常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等等，你跟柯老大确实同一碗吗？要不是你只能废话什么？同学，怎么样？这里面最好吃的就卡里卡里。对。不对，最好吃是有机皮蛋。有机皮蛋最好吃，配葱花好棒哦！卡里卡里有那个香味。所以夏哥的大绝招还是有用的，对不对？真的是大绝招。那你喜欢赵哥的指导方法吗？还不错，很有男子汉，有男子汉气概。吃到粥会有点真的啊？对。那他可以带你去吃一顿真的好粥吗？可以啊，赵哥可以吗？他叫你带他去吃。当然可以。
可以啊，这也是小事一件吧。有几家很好吃，等一下。但是需要我们大家作陪吗？今天玩的还高兴吗，赵哥？非常好，谢谢。很久没来，很久没来。OK， 欢迎你，下次再来玩。谢谢三位老师，谢谢。